请掀开经本，课会第十九面倒数第三行，灵寿宗师，我与诸菩萨众明现其前，尽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这是第二十愿，临终戒也愿。前面虽然跟诸位介绍过，意犹未尽，我们今天呢再接着看看古大德。对于这一愿里面的精彩的意思，我们多读读。优希大师在《弥陀经圆中钞》里面有一段话说，他说：“娑婆世界的众生，也就是指我们这个世界，虽然能念佛，可是烦恼啊不能断。换一句话说，烦恼夹杂了真念，也就是说，烦恼把我们的正念破坏了。”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不留意，不能不重视，因为我们很清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机会不容易得到。真正是古德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人生闻佛法，所以要珍惜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要把这个机会也错过了啊，我们往往是太大意了，错过这个机缘的人太多太多了，不是一般人，一般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不是修念佛法门的，那个我们不谈了。已经遇到念佛法门，也有心想求往生，天天在读无量寿经，在读弥陀经，为什么不能往生？往生的比例差得太远了。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常讲，一万个念佛人真正往生呢，就两三个。念佛不能往生，就是把这个大好机会呀当面错过。错过的原因，烦恼不能够克服。所以这个机会带来不容易啊，失去很容易。我们要怎样克服烦恼？实在没有能力，优希大师说，人在临命终时，正念现前，心不颠倒，这不是自己的力量，完全靠阿弥陀佛慈悲拔济
虽然自己不能得到正念，可是临终的时候正念现前，能够得心不颠倒啊，他就往生了。这一桩事情，我们能不能侥幸得到？决定不能。这些人他怎么得到的？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他修福得到的，修的什么福呢？断恶修善啊！这一点呢，他真正去做了，做得有成绩。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一生修福。所以古德常常跟我们讲，尤其是佛门的祖师大德们，叫我们一生修福，不要享福，把福报留在最后临终时候来享。临终时候享的什么福呢？心不颠倒，正念现前呢，那是临终的福报啊。临命终时往生的人，他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讲他头脑很清楚，一点都不迷惑。这个事情难啊，很不容易啊。我们自己能保证将来死的时候，临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这个是大福德，有大福德了，就能够啊有大因缘，就会有正善缘了。没有大福德了，这因缘就没有了。因缘是什么呢？临终时遇善知识帮你作念了，所以作念对于我们凡夫学佛来讲是非常重要。作念在什么时候呢？人在病重的时候，垂危的时候，但是他神智非常清楚，这个时候帮他作念了。他断了气之后，这个助念最好能够延续12个小时，至少啊也要帮助他念8个小时，这个是一般助念的。所以有同学给我讲，他到殡仪馆助念，我说那不是助念，那是去超度。助念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呢？病人在家里，是在他家里助念。他说是医院里面往生，在医院里助念，不可能在殡仪馆助念。殡仪馆是超度的，那是超见佛事，不是助念。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助念的时候是病人还没有断气，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善知识在旁边照顾他，照顾什么呢？照顾他不能失掉正念，正念呢就是一心跟着大家来念佛，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有人在命中的时候，
他一生所造的善恶业，通通这个时候会现前。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病人，在这个弥留状况之下，也就是他在临终前三五天，或者是一个星期，这个时候就有这个现象了。他看到许许多多的家亲眷属，说这个人来了，在门口我看见了，那个人在哪里他看见了，所说的都是死去的家亲眷属。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这叫因境现前，这个境界很不好。是不是他家亲眷属呢？不是，是他的冤亲债主。变现家亲眷属的样子来诱惑他，来带他走啊，带去之后就要算账了，要报复了，这些都是地藏经上所说的。凡是有这种现象，这个善友在旁边立刻提醒他，不要理会，不要管他，不管是什么人，就提醒他这个，不要管他，老实念佛，他念头一转，他那个境界就没有了。所以临终开示就这么一句话，那个时候不能念经啊，经文太长了，越念他头脑越乱了，那就糟了，也不能讲其他的话。只有一句话，他看到什么东西叫他不要去理会，一心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来了就跟他去，不是阿弥陀佛，不管什么佛菩萨都不要理会，都不要去管他。临终就开始这么几句话了，守住这个病人呢，要守几天，就这么一句话，日夜不能间断。时时刻刻提醒他，保持他的正念啊。所以这个人就有福报了，有善知识在旁边提醒，打断他的妄念，打断冤亲债主的诱惑，帮助他提起正念，跟着大家一起念佛，他不能念的时候，体力衰的时候，他能够听，或者我们看到他嘴在动，这个重要啊。所以往生之后一般都有很好的瑞相，这个瑞相能不能断定他往生呢？不见得，他的瑞相当中只有他自己说，哎，阿弥陀佛来了，我看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往生。如果在助念这个期间当中，他从来没有说过佛来看见佛了，看见观音菩萨了，那就很难讲了。但是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所以他来生呢，他想起人天福报还是有瑞相，凡是有好相就决定不堕恶道，堕恶道的相不好啊。所以这个助念呢，一定要到他断气之后，延续12个小时，这也叫做助念。那么基本的条件，他自己本身一定要修福，没有福报
临终神志不清，家亲眷属不认得了，这个就很困难，非常非常困难。说我们也给他助念，念总比不助念好，能不能往生那是很不可靠，但是纵然他多卧道，也会减轻他的痛苦，这是肯定的。所以助念的功德不可思议。那么人有福报，在这个时候一定得佛力加持，这一愿是佛的慈悲大愿啊。所以佛力加持你呢，你这个时候啊，心就不颠倒了，保持正念现前呢，即得往生。优希法师这个一段话，在玄奘大师译的《弥陀经》以及《悲华经》里面呢，也有这个说法。玄奘大师所译的《阿弥陀经》，他叫《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跟罗什法师译的是同一个原本，罗什大师译的是意译的，玄奘大师是直译的，两个本子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清楚很明白。庄子译本里面说，临命终时无量寿佛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前后围绕，来住其前，慈悲加佑，令心不乱。特别着重在后面这两句。阿弥陀佛，慈悲保佑你呀，你的心就不会乱了。所以这一心不乱了，是这么回事情。那么由此可知，学佛的人不管你是学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最基本的心要善，念头要善，行为要善，种善因得善果。善果就是临终的时候神志清楚，幸运不衰，佛力加持。你说这多重要呢？都要靠平常的修养，我们才真正有把握。心行不善之人，临终时候那临时抱佛脚靠不住，都要在平常用功夫，尤其是现在世间灾难太多，我们一定要有个很正确的观念，这个观念决定不是悲观，认清我们环境的事实，决定不贪生怕死。人哪有不死的？问题是死了以后怎么办？到哪里去？死绝不是说死了一切就完了了。这个话
不但佛法里面说它是错误的，所有一切宗教家都说你错了。人有前世有后世，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欲知前世因，我前世干些什么，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过的，这是果报。果必有因嘛，前生所修的。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来生我的果报怎么样？这一生我们的思想言行，这是造作造因，来世受果报。所以真正聪明人，真正有智慧人，知道人生很短暂啊，一定要抓紧机缘做好事，这个是世间第一等聪明人。做好事将来有好报啊，不要说太高的果报了，我们升到欲界天啊，升到忉利天，这不高了。忉利天的一天，我们人间一百年，寿命千岁呀，你说那个福报，我们人间怎么能比？人间活一百岁不得了了，忉利天才一天。越往上去，福报越大，天道啊！所以所有的宗教目标都是升天，这有道理呀。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个短短数十年之间争取升天的机会？更聪明的人，那还得要有缘分啊！无比殊胜稀有的因缘，遇到佛教净土法门，这个太难得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寿命之长没有法子计算，叫无量寿。有人怀疑西方极乐世界的无量寿还是有量的，有量怎么样？不想去了。给诸位说，往生的时候是有量的，为什么呢？你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是有量的。等到你升级升到十报庄严土，告诉你那就真的无量了。同居土、方便土是有量的无量，十报土是无量的无量。十报土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啊，你证得了报身，报身有始无终啊。同居土里面、方便土里面，这个身有始有终啊，可是十报土里面是有始无终啊。那你要是行方便土有余土还是有始有终，那你好吗？你就求十报土好了吧。
你就加紧用功啊。十八图念到礼业心不乱，所以许许多多人呢，连这个净土里的状况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啊，在那里怀疑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他怎么会成就？真搞清楚了，西方世界跟其他诸佛刹土不一样，其他诸佛刹土同居土方便土确实寿命是有量的，西方极乐世界四土是平等的，四土是同时存在的，四土是没有障碍的，这是西方净土无比的超胜，超越诸佛刹土啊！啊，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随便议论，破坏别人的信心，这个过失很重啊。古人常讲“临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啊。啊，你让这个真正一个求生净土的人破坏他的信心，那还得了？这是断别人的法身慧命，罪过很重很重啊！我们只要看现前，许许多多念佛道场，念佛往生的同学，他给我们做见证，给我们做证明，念佛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居士林这个几年来，我们老同学往生的，我们都见到瑞相。许许多多预知实知，其中还有好几位接受李牧原居士的提议，告诉他在什么时候往生，他就选在这个时候，这种功夫不是偶然这些往生的老菩萨们给牧原居士说，他走了之后，后世请他料理。那个牧原就跟他讲了，我什么时候要出国去参学，那你一定在我之前往生。不耽误他的行程，他就选择在他的行程前几天往生。好几位呀。真有这个本事这个不是假的，是我们在此地亲眼看到的。往生的条件经上讲得很清楚，信愿心，真心切愿，认真去念佛。什么叫认真？妄言放下才认真。一面念佛，一面还有许多牵肠挂肚，这不是认真的。认真是通通放下。通通放下，爱不爱工作？不爱工作，工作可以照做。
绝不放在心上。啊，所以工作也能做得很好，做得很认真，很负责。啊，做完之后，心里都是阿弥陀佛，不会把这些事情呢放在心上，变成妄想，变成杂念，变成了障碍。哎，夹杂就是障碍啊！夹杂不是说你念佛的时候夹杂，不念佛的时候，牵肠挂肚的事情一大堆，还是夹杂。你心不清净，心净则佛土净啊！所以一定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工作里面、应酬里面，不把这些拉杂事情放在心上。什么事照办？不碍事。华严经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要做到无碍，是不在不放在心上就无碍，放在心上就障碍。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极乐世界，只有经典上给我们的教诲，我们依教奉行。这个事情个人干个人，你真正干，别人障碍得了你吗？障碍不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别人障碍我们，没这回事情。你先攀援外面境界，外面境界才会障碍你。你心不攀缘外境，对于外境一切随缘而不攀缘，外面境界对你没有障碍啊。所以这个事情呢，障碍在自己，不能怪外面境界。我们一定要晓得。所以什么人能得到菩萨弥陀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我们要多想想，然后你就懂得怎样去求。受持读诵为人演说的意思非常深，非常深。我们凡夫多数人业障习气太重，起心动念都是烦恼作主，我见在作祟，我的想法，我的看法，这个事情就麻烦了。随顺自己的妄想执着，怎么会成功呢？要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曾经学佛，都曾经修学过这个法门呐。无量劫搞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出在是我的这个念头太强了。我们这一生还是犯这个毛病，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还是我做主我当家，
从来没有把我放下了，这是个大障碍啊。正念现前的人只有弥陀，没有我了。天天念阿弥陀，把我换成弥陀，这个人就成功了。我见破了，我执淡了，才会感应道教。念佛人心地慈悲，于一切众生广结善缘，随分随力的。没有力量的时候，欢喜赞叹就是戒化人。有能力的时候要随分随力，成人之美也。人家做一桩好事，这个好事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我们有钱用财物帮助他，没有钱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做义工，以劳力帮助他。年岁大了做义工做不动了，欢喜赞叹，用善念帮助他，赞美他，鼓励他，这都是行善啊，这都是做好事啊，与大众结法缘。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迎接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佛，很多菩萨，很多声闻。为什么会这么多呢？你借缘借来的呀。你要不肯给人借缘，临终的时候只看到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来的人不多，几个人，不是很多很多啊。所以平常不给别人借善缘怎么行呢？借缘这一段事情，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常嘱咐学生，叮咛学生，他的法缘很殊胜，他常常教导我们广结善缘，时时刻刻别忘记。悲华经里面说，临终之时，我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其人见我，即于我前得心欢喜，一见我故，立诸障碍，即便舍身来生我界。那么这些经文所说的都给我们做了有力的证明。人在临命终时，心不颠倒，正念现前，确确实实阿弥陀佛这一愿的威神加持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啊。所以人在临终的时候决定不能怕死，这个时候贪生怕死那就糟透了。我们学佛人在日常要养成一个习惯，
古大德教我，这方法好。我们每一天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就想说，想阿弥陀佛来接应我。天天想，到临终的时候，哎，果然想到了，阿弥陀佛真来了。想了这么多年，终于把他想到了，你心里的不惊不怖啊。平常没有这个意愿呢，到那个时候阿弥陀佛来了，吓死了，不得了，我这要死了。这个一个妄想起来的时候，阿弥陀佛就走了，你就堕落了。平常要常常想啊，晚上一睡觉就像等死一样。所以不怕死，印光大师的自己的小念佛堂，当中就挂了一个死字，他老人家写的，可见的他不怕死，他天天想死，实在说，他老人家。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何必要这样做法呢？他不是凡夫嘛，他的视线是教导我们末法时期众生，他是视线呢教我们呐，天天看到我要死了，这个世缘呢自然就淡了。就放下了，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不再去想了，是非人我也不去计较了，还有什么好计较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正念。祖师教我们的方法用意很深的，最好的办法了，我们也要知道学习，这个《悲华经》后面有一段文，比较上要深一点。这段文呢，在这个我们净土三经里头没有看到。这是阿弥陀佛说的，他说：“我于二十，入五义三昧。”义，这个义是障碍。无义三昧就是无碍三昧，以三昧立故，在于其前而为说法，以闻法故，寻得断除一切苦恼，心大欢喜，其心欢喜故，得报天三昧，以三昧力令心得念及无生忍，命中之后必生我界。这段文呢，可以作为我们这一愿的补充。这是说明佛力跟往生这个人，他们的愿力。佛是愿来接引，我们是求愿往生。这两种愿力的大用啊，三昧是甚深的禅定，
如来果地上，他的定慧都是没有障碍的。啊，《华严经》上讲的四无碍法界，啊，这四种啊，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所以佛现在众生面前，为这个求往生的人说法，勉励他，奖励他了，他的功夫成熟了，永脱轮回呀！啊，嘱咐他啊，跟到佛一同来的这些菩萨声闻大众啊，异口同声的嘱咐他了。这个时候，他求生的愿望得到了啊，当然是心开意解。业障烦恼习气一下就断了，所以他得宝田三昧。这是讲往生的人。啊，宝田三昧也有前身，差别不同。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果报有四徒三辈九品的差别。但是都能够得三不退，都能够得无生人，这非常非常不可思议。这个是其他修学大乘所希求而求不到的果报啊。念不退就是经上讲的二为月智，弥陀经里面讲的二毗跋致，这个是翻译的不同，它是一桩事情，一个境界。二毗跋致是翻作不退转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不退转有三种。弥陀要解，偶遇大师说，第一种呢，未不退，入圣流不堕凡夫，指的是什么人？小乘出果，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这个位置很低啊，见思烦恼，八十八品见惑断尽，这正小乘须陀洹果啊，在大乘圆教菩萨初信，初信位的菩萨在智慧也比须陀洹高太多了，高明太多了，想断烦恼相等，智慧不相等，断烦恼相等，这个在两种德叫智德跟断德，断德相等，智德不相等。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无量界的修行，
从来没有证到这个果位，也就是说，无量劫来，我们从来都没有办法把88品见惑得尽，所以才落得今天这个地步啊！就好比在学校念书啊，也很用功啊，好像天天在念呢，每一次考试都不及格，从来没有及格过，那就没有法子了。啊，我们无量界的修学，无量界参加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啊，所以连个小学一年级都没进去，啊，始终在幼稚园。啊，我们干的是这套啊。啊，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我们要求阿弥陀佛佛力加持，帮助我们。啊，使我们能够真正脱离苦海。啊，所以如果真正是把这个88品见惑断尽了，你就真的位不退了。这个位的圣人之位啊，有没有离开轮回呢？没有，还在六道。但是他们这种人在六道啊，只有人天两道，绝不堕三恶道。保证不堕三恶道了，而且人天两道呢还有期限，顶多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出离三界了。在一般讲证阿罗汉果了。大乘菩萨呢，其性位的菩萨。气性位的菩萨等于小乘阿罗汉辟支佛，超越六道轮回了，所以他有期限的，他不会堕落凡夫，不会再堕三恶道。第二种呢，行不退，恒度生。不堕二乘地，这是菩萨不会退转到小乘。度众生，菩萨度众生不容易啊！菩萨要有坚定的信愿。修学六度，六度里面，从四上讲，一个布施，一个忍辱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菩萨会退转去当小乘呢？忍不过了。你是发好心善意帮助别人，别人回你时把你当作恶人，你想帮他忙，他首先给你打个问号，你有什么企图啊？你怀的什么意思啊？不但不接受啊，还要侮辱你，欺负你，陷害你，菩萨怎么能不退心呢？一退心呢，那就掉到二尘里面去了，自了汉了。行不退，菩萨对宇宙人生真相认识清楚，认识透彻，知道这些苦难众生，他们无量劫来迷惑颠倒，这一生当中非常不幸，
很可怜呢。不幸的在哪里呢？无量寿经佛讲得很清楚，心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他的父母，他的长辈，他遇到这些老师，没有好好的教导他。自己又不肯好好的学，他怎么会懂得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好歹呀，连好歹都不懂，你还能怪他吗？所以佛末后说：“恕无怪也。”你就不要再怪他了。菩萨才会不退心呢。怎么样的恶意对菩萨，菩萨也无所谓，菩萨还是不退心。这个才叫行不退。我们再想一想，菩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不会因为众生难度而退心。我们自己再想想自己，自己有没有退心的时候？常有啊。圣经里面会退心，贪图享受，不肯舍弃，逆境逆缘也容易退心，难度啊！好心去帮助他，还得恶意的回报，算不干，就退心了。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要维持着不退心，多难！我们在这个修学40年当中，没有能够退转，得力什么？得力天天在讲经，才有退转的念头，念念佛经，这又提升起来了。所以要不读经，读经就是亲近佛菩萨。不跟同学们在一起研究讨论，研究讨论开智慧啊！研究讨论当中对自己是莫大的鼓舞啊！才能保持着不退，才能够天天在进步。古人所讲的教学相长，我们体验到了菩萨为什么永无间断的为一切众生演说，我们细心想一想，也有道理，还不是为自己吧？为众生才是真正为自己啊！要不为众生，天天讲经说法，他就退堕到二尘去了。每一天为大众演说，得到最大的鼓舞，
得到最大的勉励。菩萨不是自己为大众演说，必定是听其他菩萨演说。不是讲经就是听经，决定没有中断了，才能够保证维持着行不退。我们这两天在华严经里面读到闻讯沉重，我对这四个字感慨很深很深啊！我体会到所有修学失败的人闻讯的时间不够啊，我们都是凡夫，不是再来人的，一闻千悟啊，那个人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凡夫要想成就，除了闻讯沉重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所以，你们看看我，我除非是不得已。有应酬有事情不能脱身，否则的话任何一个人讲经我不会空过的，我一定来听经，不但是你们同学讲经我会听，其他宗教讲经我也会去听，不学不能成就啊！你自己要能够维持住啊，这位不退，行不退。你没有善巧方便，你怎么能做到？善巧方便只有听经、讲经，一切时一切处为人演说。不可以中断，语言是表演，做样子给人看。独居的时候，没有人，没有人也不能放逸。为什么呢？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鬼神，要做样子给鬼神看，鬼神也是众生。普度众生嘛，我们这个道场同修对鬼神应该可以相信了。我们二楼、一楼现在放电视，24小时不中断，是鬼神要求的。他们要求听经啊，所以杜美玄居士说得很好啊，他劝他的兄弟们听经，你们不听经连鬼都不如，这话说得有道理啊，就是连鬼都要求听经，他们没有办法到这个讲堂来听经，所以讲堂法师的光太强了，他来到讲堂时候他觉得受不了，所以要求我们在二楼，在一楼，播放录像带，他们在听呢，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尤其是夜晚，
我们经过那些地方要轻轻的啊，不要吵着他啊，不要认为没事可以大声叫喊啊，扰乱他们呐、啊，他们的心也很慈悲，认为你们也不懂事，你扰乱他原谅你。你想想看，我们做错的事情，让鬼原谅，很不好意思啊。啊，所以要存真诚恭敬心。虽然看不见他们，我们知道他们也有不少人在那个地方。第三叫念不退，啊，经上常讲，念信心流如沙婆若海，啊，这个话不好懂。什么叫沙婆若海呢？沙婆若是梵语，它的意思是自性般若智慧。古人翻译一切种智，如来所证得的智慧，念念的与一切种智相应，这个叫念不退。我们把这个话说得白一点，大家好懂。念念与性德相应，这个就叫做念不退。起心动念与性德相悖了，那就错了，那就退转了。那也许有同学要问了，什么是性德？我们从理事两方面来说，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将经论的教诲总结写了20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从理上说的，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从事上说的，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我们的心念与这20个字相应，那就是念不退。与这20个字不相应啊，你就退转了。这20个字是我们的信德，是如来真实智慧。这个说起来了，大家就容易懂得多了。真诚心，决定不自欺，不欺人。可是这个事情很难，为什么呢？我们都以为我心真诚啊，我没欺骗自己啊，我也没欺骗大家，他有什么法子？曾国藩先生在《度书笔记》里面给那个诚下了个定义，啊，定义下得好。他说什么叫尘呢？一念不生是为尘，
我们心里头起念头就不成了。我很诚意，已经不成了，念头起来了，成不容易，诚心一发了，菩提心就现前了。菩提心的体至诚心啊，观无量寿经世尊告诉我们，菩提心的用是身心大，这个发愿回向心。所以真诚心一起来啊，你就是菩萨了，不是那个粗信位的菩萨。你是哪个地位的菩萨？初住位的菩萨，原叫初住啊。超过阿罗汉辟支佛太多太多了。阿罗汉辟支佛才是第七信位的菩萨。菩提心没发。发菩提心呢，是原叫初住菩萨。发心住啊，初住是发心住啊。初住菩萨是什么样子？《金刚经》上所讲的初住菩萨，《大乘起心论》里面所说的初住菩萨。那么由此可知，初住菩萨已经是四相破了。四见也破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立一切相，修一切善。他认真努力，修六度万恨。这个人念不退了，我们行吗？我们今天在佛经上念的这三不退，我们一样都没得到。不但是念不退，我们连位不退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今天修行要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进进退退，进得少退得多，好不容易有一点进步，遇到外缘马上就退转，所以很难成就啊。我劝大家听经，对大家有好处，对我不是对我有好处啊，对你自己有好处啊。你也晓得，你不听经，在家里用功，没错，在家里面用功，比你听经这个功德相比，差太远。因为你在这里听经，你得三宝护持啊，而且真正会听经的人啊，这一堂经两个小时，你在这两个小时戒定慧三学圆修啊，以心地清净，智慧增长啊。你自己关到门一个人用功啊，没有智慧啊，你在那里修什么 学什么东西？即问之学啊！你在那里读书，找很多参考资料，写笔记，找你写你的讲稿，全是别人东西，东凑一点，西凑一点，凑一大堆，再端出去供养别人。
不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怎样从自信？常常听经，听经开智慧啊！所以闭门造句啊，总是缺点很多啊。可是你们不相信啊！我每次到这听经的时候，这看看前面两排，没几个人坐在这。所以难信之法了，还是相信自己啊！不相信佛菩萨，不相信啊这古圣先贤的教诲啊！我在求学学习的时候，跟你们的态度不一样。我是最喜欢听经啊，因为我听经，我自己想到了，我跟道场结法缘，跟法师结法缘，跟听众结法缘，我的法缘殊胜了啊！关起门自己在家里搞这个缘结不到啊！啊，而且听经。这个经我也会讲啊，我讲的不比那个讲经的人差了。我在道场做影响众，这个就得三宝护念了，龙天善神佑护我啊，我明白，我懂得。所以我对这个机缘抓住是决定不肯放弃。你们为什么不肯这样做？你们不懂，你们不了解，不知道听经是礼赞诸佛如来，听经是广度一切众生。听经是真实供养三宝啊！初学的法师在讲台上看到下面人很多，对他是个鼓舞啊！增长他的信心啊，也对他是个压力。他要讲好，他不讲好，下次人不来了。所以对他是个鼓励，那个功德就很大了啊！所以听经的人的时候，也要帮助法师啊，法师不错，是有进步，就天天来；看到法师没有进步了，下次不来啊，让他冷场，让他回去啊，觉悟。这个对于法师奖惩啊，马上就看出来了吧？你这用功，我天天来听经，天天来捧场，看你有退步了，我就不来了，大家也就不来了，所以我们这是培养法师。成就佛法，那么这三种啊，这个三不退，在我们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来讲，未不退的小乘。是出国去讨还啊，大乘通教是属于见地，别教是初住，圆教是初信位的菩萨啊，这个都是属于未不退的。换一句话说，
他们都是断三界八十八品皆空。行不退的藏教里头没有，小乘里面没有，大乘通教的菩萨，别教实慧相的菩萨，原教实性位的菩萨，这是行不退了。所以实性位的菩萨，他们的智慧二乘人比不上啊！这些人广学多闻，清净善友啊，念不退，这个高了，因为他们的心性在一切时一切处啊，都与性德相应，这是别教的初地菩萨，原教初住啊，通教里头没有。那么这是三不退的大义，我们明了，我们要学习。位不退，果位难，正果难，断烦恼难，但是大乘有方便，大乘断烦恼的方法比小乘人方便太多了。大乘圆教那尤其方便，而且快速，大乘圆教从哪个地方下手呢？拓开心量，所以从根本修，它不是枝枝叶叶，从根本修，快啊，效果殊胜的，尤其是华严。所以学佛成佛哪个法门最快？学华严最快。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华严到最后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得究竟圆满。如果不求生净土，他们所证的果位是菩萨果位，那个菩萨是华藏世界的菩萨，圆教的菩萨，也就是圆教五十一个阶级，特别是实性位的菩萨很容易证得，见思烦恼很容易断掉啊！那就是他念头一转呢，他不为自己了，为一切众生啊！活在这个世间为谁呀？不是为自己，为众生活着。真正能够做到自卑而尊人，用华严经的修行，是文殊普贤两位菩萨代表的。文殊教我们十波罗蜜，六度般若度展开为全智，方便愿力智全智，
而般若波罗蜜是实质。前面五度一样是四上修的，普贤菩萨教我们发心的，拓开心量啊，以如来的心量来修菩萨的十波罗蜜，所以他很快就契入华严境界了。华严境界就是五十一位菩萨。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起心动念有我，我的利益，我的好处，这个见思烦恼永远断不掉啊！华严会上的菩萨，他的念头转了，没有我，众生的利益。佛法的利益，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利益，他没有为自己，所以的我执很快就断掉了，没有我了。不但见惑断掉了，思惑也没有了，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通通都没有了。他怎么不入华严境界？只要有我这个念头，你就入不了。所以这个佛法越是高级的越容易修，高级是从根本下手。所以他直截了当破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在华严经上你所看到的，我们今天所念到的，菩萨众不谈的，我们现在念的是初分的，总共有四十多种啊。我们今天讲的族类，四十多种不同的族类。皆是诸佛如来的化身应化的，他这个教学的方法高明啊，他不是权巧方便，他是事实，他是真实方便，不是权巧方便，让我们在这个里面体会到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诸佛如来化现的。我们对一个人不恭敬，就是对佛不恭敬；我们对一桩事情不负责任，就是对佛不负责任。我们对一个物不恭敬，也是对佛不恭敬。所以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华严学人眼睛当中，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皆是毗卢遮那如来。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毗卢遮那是法身呐，这个名号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遍一切处。一切人是毗卢遮那，一切畜生也是毗卢遮那，一切鬼神还是毗卢遮那，这才叫礼敬诸佛啊！我们对
诸佛如来就不叫布施了，叫供养了。以最真诚恭敬的心供养一切诸佛如来，那是华严学人啊。怎么能有轻慢心，有高下心？所以我们今天学华严经入不了华严境界，什么原因？我们用轮回心，入不了华严境界。必须舍轮回心，发菩提心，你就入境界了。换一句话说，放弃自私自利，我们才能够得度。不能够舍弃自私自利，念念还要为自私自利，永远平齐在大乘门外。不但大乘，小乘也入不进去。所以小乘出国你都没份，你还有什么傲慢的呀？自以为是啊！诸佛菩萨瞧不起你啊，天龙鬼神瞧不起你，狂妄自大。所以我们读经这些地方要细心去体会。为什么人家在这一生当中能成就？哪个人呢？善财给我们做榜样。善财不是一个人的，凡是依照华严理论方法修学的人，那个人就叫善财。善，多善根，多才是多福德了。多善根的人，具足信戒；多福德的人，他肯真干，依教奉行，那是多福德。正信正解多善根啊，这种人就叫善财啊，他是华严的当机者啊，他学华严比如境界啊，那华严幕后的一篇入法界篇，他比如法界。这是为什么？他能，我们不能。我们的善根福德，说老实话，不输给这些人。输在什么地方呢？善导大师讲得好，与语言不同啊。他们遇到的语言殊胜啊，我们遇到的语言比他差了。所以总在语言不同啊，善导这句话讲的，我们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语言有四种语言啊，第一个轻盈语言，这个不必说，我们大家平等啊，语言不同，不说这个语言。
下面三种人，所缘缘不同啊，无见缘不同，正上缘不同，所以我们成就就不一样了。如果四种缘通通都具足，通通都殊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能圆证三不退。起心动念，念念与心得相应，行行与心得相应。可是人在一生当中能遇到这样殊胜的语言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净土是华严的归宿，是华严的总结，所以真有善根有福德，就像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这个善根非常非常深厚，身心净土，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愿生净土。娑婆世界的一切都能从心地上放下了，这是真正的愿生净土啊。这个誓言还放不下，你这个愿不是真愿的，所以切愿你的愿不肯切，愿里头还夹杂，所以不是真心切愿。真心切愿是一定这个世界身心世界通通放下了，那才叫真心切愿。虽然没有读华严，没有学华严，他的那个功力跟学华严的人没有两样，学华严无非是离明白了，境界转过来了，他是善根福德厚也能转过来，一心向往净土，老实念佛，这个人成功了。所以他能得生，生净土，两种人最容易去的，一个是对于道理清楚明白了，正妄、邪正、是非、利害，通通清楚明了了，他自然就有取舍。所以他能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念佛决定得生，这是我们讲上上根人。再有一种呢，是下下根人也行，他虽然你讲的是理论他不懂，方法他也不知道，设什么台他也不晓得，叫他念佛他就老实念佛，叫他放下他真肯放下，这个老实人啊，所以这个法门呢，上欲跟下欲，上智跟下欲啊，决定成就。我们现在是当中就是半吊子，麻烦呐。
那么净宗法门的殊胜就是华严最后一招啊，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成就跟华严无二无别啊。古德把无量寿经称为中本华严，不是没有道理啊。而且最殊胜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约支菩萨。这个太稀有，太稀有了。我们要相信这一句。今天我们在一起学华严，入不了华严境界没关系，只要对净宗深信切愿啊。但是华严对我们有好处，帮助我们拓开心量，帮助我们纠正错误的观念啊。原来我们要说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化身的，你不会相信啊。啊，要给你讲讲不清楚啊。但是学华严呢，有这么长的时间，天天在这学习呀，慢慢的能接受了，知道确确实实，是这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两句话我们常常听说，但是意思太深。所以通过华严的学习，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些心即是佛，佛即是心。既然是心识所现现的，相宗常说的性即是相，相即是性，性相不二，离事一如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相信，肯定一切众生确实自性的相分。自性的相分就是毗卢遮那的相分。性相既然不二，所以一切众生就是毗卢遮那的化现啊。普贤菩萨那个修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才真正体会到，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样做法，把过去无量劫来的错误的想法看法现在转变过来跟诸佛菩萨一个想法一个看法，那就是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如来。大乘戒经里面佛告诉我们，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们要是能够以这个孝顺父母的心来孝顺一切众生，尊敬诸佛如来的心，尊敬一切众生，这个人是华严学人这个人是真正觉悟的人我们平常对人对父母敢不敢用命令呢？来，我叫你来，可不可以啊？跟诸佛如来，可不可以用这个口吻呢？你说不能，我跟你说能。你看现在家里小孩叫他的爸爸妈，来，我叫你来，你有什么法子？现在家里的谁最大？小孩最大。
颠倒了，所以这个世间有灾难了。啊，佛在经上常讲啊，颠倒错乱了。我们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现在真的看到了。啊，原来这个颠倒错乱就在眼前。这个问题严重了。你看这小孩从小他就养成这个观念，他大了还得了啊？所以这个世界不好玩的，要知道赶紧求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世界颠倒了，善恶颠倒了，邪正颠倒了，是非颠倒了，好歹颠倒了。我们非常幸运的人生闻佛法，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缘。一心专求净土，对于世缘，我们有生之年随缘度日就好了，不要再执着了，不要再分别了，不要再攀缘了，什么都好，反正我赶快走啊！你们干什么都好，这个真正觉悟啊！啊，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劝勉也是一切大众，有善根有福德的听劝，啊，没有善根没有福德的，我们的劝导给他阿赖耶识的做种子，都好啊，不管他信不信的都好啊，啊，净宗法门，一切诸佛如来赞叹。他最殊胜的就是无逆受临终忏悔都能往生啊，待业往生啊，生下下品凡圣同居土都能够圆证三不退啊，这经上讲啊，借作阿惟约智菩萨，这个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都没有讲过的，说明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他方世界没有啊，所以称净宗法门叫门与大道啊。那个门是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都没有啊，只有这个法门有待业往生，其他任何一个法门没有待业的，都要自己断惑证证，这个难啊，唯独这个法门不需要断惑，只要具足真心切愿这四个字，自己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千万不能误会啊！什么叫真心，什么叫切愿啊？我刚才说的很明白了，如果还有自私自利，你的心不真，你的愿不切，为什么呢？心里头有怀疑啊，愿里面夹杂了啊，那就不是真心切愿。真心切愿决定是不怀疑不夹杂啊，不怀疑我们都很难懂，不夹杂容易懂，夹杂就决定就怀疑，
如果真的不怀疑的话，你决定不会夹杂。夹杂着自私自利啊，夹杂是非人我，夹杂着功高过慢。所以你的信念心都没有啊，你怎么能往生？所以这个法门，一生成就的法门啊，无比殊胜，超绝，不可思议啊！所以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给我们做了个结论：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奇学，弥陀之大愿，何以有此？欧耶大师赞叹到了极处啊！那么，黄念祖老居士讲这个两愿啊，说成这是48愿的核心啊，而18愿呢，则是核心当中的核心。可是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世尊为我们介绍，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三辈往生，无论是上中下辈，往生第一个条件，发菩提心。这第19愿呢，一向专念是第18愿的，世尊为我们介绍这个顺序，用意就很深啊。发菩提心跟一向专念是同时的。发菩提心的人决定一向专念，一向专念的人决定是发菩提心的人。菩提心是一个圆满觉悟的心啊，真正觉悟了，真正通达明白了啊，娑婆世界苦啊，这个地方成就困难，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如果想帮助自己家亲眷属朋友们到极乐世界去了之后再来，叫成愿再来，这是正确的啊。如果说是哎呀，我来生呢还得人生还出家来帮助这些众生，你这个观念错了。为什么呢？来生得不到人生，这是真的。来生也不见得你能遇到佛法，所以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